香是你说得出口吗？就是别人在说，哦，我喜欢哪种香水，什么香水，喜欢哪款东西的时候，我说我喜欢洁士品，很酷，我觉得很酷，对啊。啊，如果对不起要解释，总有得有个喜欢的。在上面找不到乐趣，我很烦自己的乐趣到底。才开始找到自己的爱好，但也挺好呀。那就太棒了。对啊，多好啊！也没有什么烦恼，没人管你。对，想干嘛干嘛。好安静啊！哇塞，这啥呀？这是不是那个鸡蛋汉堡啊？我俩分一个吧。我喜欢画画和拍照，还有剪视频。逛金店，我没有什么特别喜欢买的东西，也一般。我也不喜欢睡帐篷，我也不喜欢睡帐篷。那么你们这种就是有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东西的人，我就什么都不喜欢。但是你那个蛋厉不厉害？这个借着这冰箱，对，跑也跑不动，玩也玩不赢。我都嚼碎了！哇，月姐你太猛了，月姐！完成举手，好好好，都直接送送蛋的技巧。行，这颜色行。好了，你好，过来起啊！我的也是，老板，我们下取一下我们的蛋。我现在是挑战他们了，下次建议买。这玩意儿就收来。